今天是2021年6月27号，我们准备到机场去。由于疫情，已经1年半，我们全家四口没有见面了。今天终于有机会，我们去美国。现在我们在等这个进机场的这个公共汽车，现在在消毒呢，在打扫呢。行了，现在上车，往机场方向去了。很快都过了海关，都没有人，太方便了。走，终于发现这样的旅行真的是太舒服了。行了，我们这个 gate 就在这儿，64。来的有点早，所以呢买点午饭，坐在这休息休息，吃点东西。吃完啦。我们现在到这个华盛顿 DC 这个机场了，这里人很多，还要坐这个 shuttle 去 Gate A。哦，这样它接成这个。我们现在在这个 Gate A6， 这里有3个飞机，都是差不多时间要起飞。 Lisa， 但愿不要上错飞机。现在我们坐上了第二个飞机了，小心。
这个飞机人也很多，满满的。我们现在到这个 State College 的机场了，还挺漂亮的。这个机场挺小的。